意思就是说买多了呗。大姐，咱死不认账也有点技术含量，行吧？9800条烟，哎，您这是打算抽到100岁的生日吗？今年年宵第九天，韩国瑜终于想好要怎么捡这把枪炮轰蔡英文。明明是贪污走私，要把它转化为超买，还要去搪塞，这都是不对的。府方原先称走私烟案是超额购买，殊不知不到24小时立刻改口，韩国瑜再开枪，体制出现漏洞。眼睛看到的香烟不可怕，9800条、10000条，这个不可怕，这是逃漏税，还有公务人员渎职贪污的问题，眼睛看不到的才可怕。像是什么？毒品、枪支、军火、违禁品。